跟长影，会跟这个地方我们打智慧，就是你的左手在你左边的太阳穴打开来，这个字大家很熟悉。虽然我们磨练出了智慧，我们却常常因为我们本身的习气，或者是我们本身常遇到很多的状况，我们的情绪会把我们的这个智慧再度的蒙蔽起来。当我们的智慧蒙蔽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苦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苦，我们不是打手语，我们是用一个状态来表示，就是双手抱头，很苦恼的样子。当你打到现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把头抬起来。慈悲水忏细说因缘，这个地方三昧水忏，水这个字我们就打这个水，画一个溪的形状。在手语里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字是打这个水，好，那可是在这个妙音我们简单的就打一个 C， 就是画一个，用你的右手画一个 C 字形，再打忏悔的忏。慈悲水忏细说因缘，我们这个地方打开始这个动作，就是好像把这部书给打开来。那接下来就是慈悲水忏细说因缘。善恶相应，若应随心。